戴上我的小手套，来啦！哒哒 ，Hello， 嗨，已经差不多了，三分之一搞定了，已经棒棒固定住了啊，还是温暖的，是 OK， 我们继续下面第二层，对，蓝色的，搞蓝莓味儿。第二波 ，Ready Go。Kevin， 我觉得你好像已经找到了敲的技巧了，怎么没有声音啦？我是一个敲棒棒糖的机器。真的吗？啊！还有最后一个，好累，真的好累。好，开始煮吧，烧第二层蓝莓味的了，烧层应该是蓝色，我觉得。Little water。哇！但是很好看，有没有？很樱花的感觉，樱花的颜色。哇，它现在快变成液体了。可可已经累得不想说话了吗？好，我们第二锅糖已经融好了，把它拆开，准备，让开。哇！插到底再拔哈。插到底了。哦，第二层搞定了，还是蛮分明的。哎呦，冲！下面我们搞第三层，好，来，白色，开始加工了。今天我们这个工作台是有史以来最脏的一次了，感觉。开始我们的第三锅，荔枝味，翻炒。等待，我已经有技巧了。等待，永久的等待。还没有了，嗓子呢？肩膀非常的酸痛，我觉得很完美。是的，颜色也非常的好看。我们要期待它冷却之后成型。是，现在非常的烫，很烫。等它成型了，我们再一起来看看吧。咚！嘿哟，我们等了已经2天了，它已经成功了。先拿出来看一下。我感觉我们是已经比较成功的。我在网上看到有个人做了一半，就是没有成功那种效果。不要逼逼赖赖。对，先拿出来看，还是比较可以的。这个东西那么重，就是这个分量啊！来，拿，我试试啊！走你！感受到了没有？我们拿个称，我们来称一下，它有多少重？放上去，我们看多少重？6.9 kg， 差不多就是14斤啊！痛，你量不下来了是吗？这个本来一个透明的白色的，不是透明，就是半透明的白色，可是现在好像烧焦变成焦糖色的颜色，就是变成黄不拉几的，黄的。然后最上面非常好看的橙色，现在变成了有点带土的橙色，一点点掉下来了。然后好重，真的好重，真的好重。上面分层也不是很明显，因为上面两层我们效率太高了。对。下面没有，对，没有结，我们就浇上去了。对。然后最上面那层火开的太猛了，都是泡泡。嗯。好了，最好的就是下面两层。对，下面这两层很有感觉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脱个膜。哎呦，手是不可能的，直接上加工。Bought a new ray gun from the future, just to come and shoot you like when fabulous made Ray J man. 脱模成了，两个人一起，特别重，特别重，但是颜色
还是蛮成功的。对，草莓味儿，特别甜，甜甜甜这个。喵喵喵喵喵，蓝莓味的好好吃，整了要两个人一起举。就跟你看跟无双在那边抖啊，抖啊，不要抖了，我的手粘死了，我顶着它呀。好，那我们下次再挑战一个什么东西看看喽。我也不知道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再见喽。拜拜，我们要把它点掉了。拜拜。